叮叮当，叮叮当。欧玛斯，圣诞老人模式，欢乐来袭。在该模式下，会随机产生一名圣诞老人，而他的任务就是搜集苹果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啊，在游戏中，内鬼刀完成人之后，就会在地上留下一个苹果，而圣诞老人就会得到提示，可以根据箭头的方向找到苹果，并将其搜集起来。只需要集齐五个苹果，圣诞老人就可以召唤神龙。就可以获得游戏的胜利。而内鬼嘛，和以前一样，刀完所有船员就能获胜。船员呢，则需要做完所有任务，又或者找出圣诞老人和内鬼，将他们投出去，才能获得胜利。好，规则就是这样，典型的三足鼎立局势哈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。哦，可以啊，咱们是圣诞老人哎。行。那浪哥我就努力捡平安果，哎，到时候给小伙伴们送过去哈。哎，等等，这秀儿也戴个圣诞老人帽，哎，啥意思啊？咋地，还想抢我饭碗吗？啊，你们看啊，他在打陨石，而真正的圣诞老人呢，是做不了任务，也不用做任务的。所以小伙伴们啊，到时候一定别认错人了啊。好，那鬼破坏了灯光了，咱们去电力室看看，他要是动手了，我也就有苹果捡了呀。啊，扑了个空啊，没看到苹果，倒是看到一个叫圣诞快乐的。哼，你快乐啥快乐，现在没苹果的我很不快乐。你们说这内鬼也是搞破坏不招人，这渐渐的感觉颇有我当内鬼时的风范啊。哎，来看看监控玩玩吧，算了，也看不出个啥名堂。不是吧，内鬼哥，你倒是刀人呐。 2000 years later。 啊，我算是服了，这内鬼还是没啥动静，不会是在飞船上睡着了吧。哎呦，哎，没睡着没睡着啊，破坏灯光了，走走，再去电视看看，等了这么久，这内鬼应该也等不及了吧。哎我去，这么多人来修电，哼，三郎哥我就不修了，你们玩吧。哎呀，这苹果倒是有了，不过浪哥我也不敢捡啊，旁边这么多人，捡了我直接就暴露身份了呀。好吧，报警了。让我分析一下哈，当时在场的就这四个人，排除我自己，内鬼就在这三个里面。不过内鬼是谁关我什么事呢？直接跳票，不管投出去是谁，浪哥我都不好赢。内鬼没了，我就直接没苹果捡了。船员没了呢，我获得苹果的机会就少了，所以他们一个都不许走。啊，还好还好，其他人貌似也没有看清楚到底是谁刀的，所以也选择了弃票。哦，原来这内鬼一直不动手，是等那种人都在一起的机会玩多面刀。哼，为了不让我捡苹果，这种损招他都想出来了哈。行，那咱就这么耗着，你不着急，我也不着急。Day 2, day 3, day 4。看。船的任务都快做完了耶，等了这么久，最后让船员赢了，我相信这鬼也不好受吧。嘿，箭头出来了，果然啊，那鬼开始着急了。走，咱们顺着箭头的方向赶紧把苹果捡出去。哎，终于开张了呀，啊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话说狼哥，我这玩的是圣诞老人，又不是圣诞年轻人，这内鬼你尊老爱幼点不行吗？赶紧刀吧。哎呀，可以可以，箭头又出现了，难道这内鬼是听到浪哥我叫他尊老爱幼了吗？哎我去，还给浪哥我关了个门，漂亮啊，关上了门周围没人，捡苹果就不费神儿，哎，舒服。两个了哈，能不能再来一个呀，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嘛。哈哈，这内鬼有点意思啊，是不是尊老爱幼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真的慌了啊，可能是看到了这船员的任务条的原因。果然，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。内鬼你加油刀，浪哥我加油捡。哎，到时候咱俩搞个组合，组合的名称呢就叫空前绝后。哎，你当空前，我当……算了算了。言归正传，还差两个哈，那再来两个，浪哥我就赢了嘛。现在他又破坏了电气室，也不知道为啥对这情有独钟啊。算了，这次浪哥我就给休了吧。哎。现在这鬼又放慢了动作哈，
估计他也挺难受的。叨了半天没把捡苹果的人给叨了，你说这事整的，看也只能关个门来发泄发泄了。要我说呀，就别纠结了，叨就完事了。哎，这才对嘛，走走捡苹果去。呼呼，还差一个咱就赢了，只有一步之遥了哈。内鬼内鬼，你就成全浪哥我这老爷爷吧。哎嘿嘿，搞得浪哥我还有点小激动呢。我来。哎我去，怎么来了个船员啊？快快快，咱先把苹果给捡了。啊，我的苹果呀。现在就剩下咱们三个人了，也就是说不管怎样浪哥我都赢不了了。报警的这位又很可能是船员，我是圣诞老人，那这位就是内鬼。比起内鬼我更恨这位让我渡劫失败的人。投他。哎呀哎呀，最终还是人家内鬼获胜了。好了小朋友们，这是今天的圣诞老人模式了。万万没想到最后就差那么一个。哎，浪哥我这当圣诞老人实属惭愧呀。当然我更希望你们身边有人扮演着圣诞老人送去礼物哈。那今天视频就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